这都可能啥？他生下来就少吃是呗？是没意思吧？吃好了好大好大，不好生。是，就是快住院了。都自己自个儿那走走。但是后期睡嘛都不动了。现在出去走走不了路，这么累。少走会儿是吧？嗯，反正你就得锻炼，不锻炼好生也不好不好生。在老家里呢，不用锻炼就锻炼，你每天，那路嘛，反正走的少吧，走到屋里这个地方，人锻炼得锻炼一下去啊，不要去锻炼。在老家的，像电视跑一呗。像电视，不费体力。对咋对咋的，在老家去街溜达溜达的，在城里有五里多大点儿地方。